畅通发展通道，就是要搭建技能人才成长的立交桥，逐步改变技能人才发展的独木桥、天花板的困境，增强年轻人学技能进工厂的意愿，推动企业自主开展技能人才评价，全面实施新八级工职业技能等级制度，拓展技能人才成长空间，扩大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领域，畅通技能人才多元化的成长通道，推动区域性技能人才薪酬分配指引，提高技能人才待遇水平。